家的年轻人都是无私无为的大爱，那他们都用他们自己多余的时间哈，他会投入，完全投入。那投入的时候呢，您刚刚所担心的，因为要文字很难，但是在玉山菊园协会当中，完全都会全程的录音一个档案，文字一个档案，这是非常可贵的哈。那所以我们每一天才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文章持续不断的po文哈，跟大家分享。那我想关于伯母的这个问题哈，其实是每一个人的问题。我强调的是，得是灵魂 DNA。那这灵魂 DNA 呢，在最初始的灵魂所诞生的，其实它非常简单，就只有爱与善，爱与善的结合，而爱与善的结合，造物者创造了每一个单单纯纯很洁净的爱与善，要到各个星球，让各个星球成为很多很多不同风格的净土，但因为爱与善彼此之间的相处，会产生计较比较，计较比较之后会嫉妒，所以嫉妒开始会产生小恶，那也就因为点点滴滴的小恶，慢慢的做大成大爱大恶，也因此爱与善的比例会进而降低。那我要做的，要提升大家最原始最初始的爱与善的比例，要能够提升它。那当然我也顺便跟你分享一下，我照顾一个癌末的病人，好，那也因为他信任，最重要是因为他信任，那我们里面的义工每天开车把他接到会馆，这一个月以来，等一下我可以让你看他的照片，他的脸色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漂亮。我看到那张照片，对，然后 Vicky 送出来的，一个年轻人，对，一个年轻女孩，对，丽菊，我看到。那每一天，他本来因为他的这个整个蔓延嘛，腿很痛，好，那昨天我才那个就是我们的叶教授告诉我说，他的疼痛好很多了。那也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他三种，我们三种有一个家人在里面，他有知道说丽菊的他的那个验血的报告，他的验血报告从大概在应该算一两个月之前，我有一个能力可以跟他连线，我用我的灵魂一直不断的在照顾他，那再加上后天的，也就是会馆的能量非常强，这样子双重之下。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心很重要，因为他完全的信任，要完全的开朗，相信自己是最棒的。好，那也因此他的那个血的各方面验的指数，比他开刀半年多之前开刀的指数都要正常。那我不问结果，我只问我有没有在每个当下认真去做。那我想伯母的这个状况对我而言，我只能说到现在我还没有任何的讯息下来，那因为我必须要无知无觉，才不会放入我自己的仁义去主导神义，也因此待会儿我会，这个音乐是今天选定的，每一次修复的音乐是不一样的，那待会我会用这则音乐为伯母做一个修复，就是类似像那天音乐会的最后那个是上天老师的降世。好，那所以上天老师会对伯母做什么样的降世或者是修复，我不知道，没有预期，但我相信我是真心真意真诚的真实的爱，我觉得这个胜过于一切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经过神的考验测试，那我想今天我还可以稳稳的站着，我相信将来我会更勇敢更坚强，所以我尝试看看，我试试看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，那我就帮伯母修复，那刚刚上天老师有给我讯息，帮伯母修复的时候，我的手会从她的头部一直不断的加持灌气，好，那我们都是一切自然 ，OK， 好，我没有任何的期待跟想法，我只是努力的去做而已，就这样。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我这两年半来，我也是一直去做，好，我能找到的资源，我就去寻求，像今天很高
现你可以过来，所以这也是对我来说，我就是尽量帮妈妈找到我可以看到的一些治愈。那至于结果会怎么样，我是觉得这就是上天的安排。那个当下努力了就负责了。对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那我们把它关掉，然后你从这边换成另外一个。他会有一点，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不会讲话。